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补帖小编。那在奇岩城开放工程之后呢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看过或者是听过这个所谓的世界工程站。好，那在这一个活动之外呢，其实官方还特别去开了两个 NPC， 那提供玩家一些经验值奖励的这个 buff， 可是没有跟玩家讲。好，那我们来现在看到啊，左边我这边有两个 NPC， 就是凯旋纪念的雕像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那这个两个 NPC 呢，只要点下去之后，好，你就看到你的身上出现这个红色的这个效果，好，这个就是 buff。 那两个的话都可以去点哦，不限制。然后点完之后呢，你来看一下你的 buff 里面就有这个世界工程的 buff， 那它的奖励是免费让你拿到经验值 3%， 而且持续时间一小时。好，那持续时间一小时，有些人觉得哎好像无所谓，但是必须要跟大家讲，这两个 NPC 是你可以随时回来领的，就是你一小时到了，然后你就去领一次，好，一小时到了你就去领一次，甚至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补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简单来做个示范好了哈。现在59分54秒，它的时间剩下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点一个 NPC， 好，来，它又回来了，就59分哦。所以这个的话，可以证明说它是无限次数领取。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冲等的话，这3%的经验值，好，将会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那基本上这两个会持续多久呢？应该没有意外的话，可能到维修之前，好，可能到下次维修之前它都会存在，但实际上的这个时间还是要等官方公告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，然后什么时候会消失。不过大家应该不用担心它会太快消失，因为基本上啊，因为官方没有公告嘛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。所以到现在，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，然后官方还没有公告的话，它应该可以存在，应该可以一天以上了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赶快来领啊，这个是免费的，免费让你经验值奖励加3%的一个 buff 啊，记得来按，好，按好按满，好，那祝大家练功冲等顺利，我是小编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